好不好玩，踩进去好不好玩。哎，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先进行一个访问哈。我们知道露丝现在在拍那个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》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里面没有什么御剑飞行的戏吧？没有，但是我在那部戏里面武功高强，想不到吧？想得到。想得到吗？看你上树就知道了。我要看完你挑战这个之后，我才知道我想不想得到你武功高强。你是什么意思 ？So easy， 来上吧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他很稳呐！哇哇哇哇哇！你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是不是反了？露丝在你后边。你看他给自己，哦呦，这多稳呐！哇哇哇！哎哎，好好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现在就想办法慢慢站起来，好漂亮！哇，这个有机会，这个有机会。我觉得他这次能成功，我觉得他能成功。哦，我可以。太稳了，太稳了。不愧是国子监，哎呀，哎呀！心急了，最后一下，不要着急，接着站起来再说。差一点点，马上了。现在露丝的最后一次挑战，希望她能够成功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赵露丝能不能完成挑战呢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已经越来越接近了，你看他现在直接蹲起来了。不要转那里，不要转那里。对对对对对。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是不是没想到还有点远？好，开始抖了，他开始抖了，但是他能控制，他能控制。慢慢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保持平衡，慢慢站，慢慢站。不要用嘴去够，站起来再够。哎呦，那嘴上白胡子。哎，我甜圈呢？你甜甜圈被你蹬下来了。下一位，浩浩，黄明浩。他受过专业训练。温州呼王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。啊。温州浪王。其实冲浪有一个关键技巧，但我刚刚都没有说，就是。你不能跟这块板去抗争，你要把它当作是朋友一样的跟他对待。好，你要跟他说你今天心情怎么样。好，那你对你的朋友要好一点哦。加油喽！浪王，浪王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真正的冲浪的少年。你看他这个控制真的很像在冲浪。好稳呐，好稳呐，非常棒，他的核心帮助了他很多。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哦哦哦，哎，哦哦哦哦，哎哎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预备 ，You go！ 哇，来了来了！专业队加油，专业队！加油！
冲进来啊！好，漂亮！哇，遇见好棒！你的舞台，加油！感受，感受，感受，对，感受他，他是你的感受。你不要跟他对抗，对，要把他当朋友。对，这都是你告诉我们的。他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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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在跟谁眨眼？你在板凳上眨什么眼？浪王。这是第一个头朝下栽下去的。下一位是哇哇哇，白鹿。OK， 好，现在他的第一次尝试来了，非常的稳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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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第一次哦，这是第一次哦。哇哇，不敢相信就站起来了。你稳一点，露露，露露稳一点，你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，稳一点。哇，好有节奏感！跟着音乐的节奏，白鹿已经抖起了他的双脚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就在你的头顶，就在你的嘴边，就在你的嘴边。你成功以后将会是第一个成功的白鹿。对，他没有问题。冷静，不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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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调整一下，不着急吃，调整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不着急咬，不着急咬，不着急咬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调整，调整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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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漂亮，他没掉下来，稳住，稳住，这好累，这样特别累，整个肌肉群都在受劲儿，他现在面部表情非常的凶狠，他可以，他可以。太强了，还有一位没有挑战，就是我们陈烨，来，程医生，哇哇哇，加油程医，你可以的。哦吼，哦吼，漂亮，稳得非常稳，程一非常跟你出场跳拉丁一模一样。现在要做的只是张嘴的事情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哇！你先别着急，陈宇，就跟那个露露一样，稳住了后面。对，来，预备，
力可以稳住，不要受任何外界的影响。舌头够一下，对，舔一下。唱歌，漂亮。就不能帅气的下来吗？漂亮漂亮漂亮，帅死了帅死了。